直播恐怖坠机，女特技人当场惨死。Jane Wicker sitting on top of the world. Oh no! Martin, get away! Get up!完成这个最后表演，他永永远远都坐在 Top of the World。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当地周六晏昼举行航空展览，一架双翼飞机做着花式表演，当时 Jane 就坐在机翼上面做回旋高难度动作的时候，飞机失控坠落地面后爆炸，飞机几乎完全解体，零件四散， Jane 和机师当场死亡，现场观众就没人受伤。I'm Jane Wicker, and I am going to do some good old-fashioned barnstorming. 已经离婚有两个仔的 Jane 最近才在 Facebook upload 和男朋友的亲密照，相信她刚刚订婚。有超过20年飞行和表演经验的 Jane， 出事的飞机登记持有人也都是她。她出事前接受电视台访问，说惯了亡命表演，所以没怕过。不过有用望远镜看表演的目击者就说，坠机前一刻见到 Jane 的样子很害怕，估计她都知道架机有不妥。意外发生之后，大会宣布取消所有表演节目，当局表示会调查事件。